哦，我知道了，是这枚零件错位。只要把它扳正。小鬼，你做了什么？我想把一枚零件扳正，结果……你把它弄坏了。是。坏了，你会修吗？ 你当然不会！大王，对不住啊，我……你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去找小白帮忙了。不对，过了这么久，小白应该早就死了。你去商山找小白的徒子徒孙。商山？对，去商山。 找一群自称墨者的家伙，让他们来修。小白的徒子徒孙叫做墨者？哼，不过是一脉旁支罢了。墨者是什么样的人？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会机关术，快去找墨者来帮你修门。 此去商山路途遥远，不知多久。大王，可否先传我修复躯体之法？就你这小鬼，连最简单的仙术都不会，还想学修复躯体之法？老实点去商山吧，找人来修好门，本大王亲自出手。好，我们这就出发，前往商山。慢着，你们。 是啊，我和阿兄一起，说不定还能帮上点什么忙。小鬼，你有吃过烤乳猪吗？吃过，香吗？很香，远远都闻得到。那你还敢带小丫头一起？啊？她以园林之身行走，在各地妖魔眼中无异于美味的烤乳猪，闻闻都闻得到。那该如何是好？ 小丫头确实不该与你分离太远。啊，有了，机关人先借你们用吧。机关人？脖子旁边那个机关人，抓只符鬼当动力就可以用了。把小丫头的园林藏进去，可以掩盖气息。你先随便抓只符鬼来吧。大王说的倒是轻巧，我连符鬼长什么样都没见过。 没几只符鬼，离你们家不远处，山里有一座鬼神祭坛，你去那里找找吧。鬼神祭坛又是什？你这小鬼问题真多，去了就知道了。是，我们这就出发。啊，路上小心啊！哎哎哎，我是说，帮本大王开门之前，你们两个可别死了。 天下，大小姐何必如此？不如咱们去找找那小子和丫头，大家一起想想办法。是呢，也许大家会有办法的。肯定没问题的。 把李佳琪送给李大人。
李军进来搜过，还好我们早一步进了天书世界。门都坏了。哎，仙儿，你看，以后没人可以说咱们家徒四壁了。啊？咱们家除了四面墙壁，还有满地的杂物呢。哎，阿兄，看看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带上，然后就出发吧。嗯。路途遥远，还是轻装简行为妥。阿兄，我们带他一起走好不好？搞不好到了商山，人家墨者不让进山。大王不是说墨者都会机关术吗？拿着这个机关玩具，说不定可以当做信物什么的。好，就依你。走吧。去山里抓符鬼。山里那么大，我们要去哪儿找符鬼？到村口去问问王兄吧，他大概会知道些事儿。是子旭啊，你们那没事吧？收拾下就好了。这年头，就连待在家里都会遇到这等祸事。哎，听说过鬼神祭坛吗？那是禁猎区，属于山中鬼神管辖，四周禁伐禁猎。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听闻那儿有些稀有的药草，想采些给仙儿治病。采药的话倒是无妨，但最近山里不太平静，你们小心点儿。来，地图上标记启明虚的地方就是了。启明虚？老一辈传下来的，听说里头别有洞天，但是谁知道呢？谁也不想冒着触怒鬼神的风险在禁猎区瞎晃。我就不陪你们去了，入山之后当心点。多谢王兄。
休养。猪了，香儿，你知道你的香囊里面都有些什么吗？有白芷、木犀、迷雾和藿香。哦，原来你是只自带香料的烤乳猪啊！后边香囊在你那儿吧？是啊，帮你收的好好的。你才自己带着香料呢。变多了，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他们不会也是冲着我来的吧？不是的，这匹狼只是普通的山间野怪而已。况且现在带着香料的人可是我呢。阿兄是带着香料的。这枚符印恐怕不太寻常啊。披狼叼着这枚符印，为什么？阿兄，你看那的雕刻，这儿就是王兄所说的地方了。鬼神祭坛应该就在这扇门后。阿兄，这形状跟刚刚的符印好像。待我确认一番。得再找到另外两枚符印。符印是被外力撬掉的，是人还是不是人类的足印？也不像动物呢，恐怕是妖魔。妖魔？妖魔撬下了符印，足迹一路往外去，大概被带走了。走，咱们去瞧瞧，可能还有一窝狼崽子。这是他们的狩猎区，待会儿小心点。阿兄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看脚印。脚印？只要细心观察，脚印会告诉你很多事情。阿兄教你啊，观察步宽和步幅，计算目标的体型和数量，还有
观察，监禁，测定。呀，好复杂，怎么都看不出来。阿修这些人的山可不是白混的。几只小妖魔罢了，可是香儿别担心，阿兄的身手啊，打这些匹狼就像打小狗一样。那我也来帮忙。好，那香儿帮我鼓劲助威。四处找找吧。奇怪，怎么只有一枚？会不会在别的地方，像是被藏到其他巢穴？有可能，再找找吧。嗯，是人类的足迹。有人在我们之前来过这里，说不准被他拿走了。啊，该不会就是王兄说的那名绿衣女子？嗯，不像女子的足迹啊，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走吧。这些是他们搜集过来的吗？估计是因为闪闪发亮的便带回巢穴了，怪不得门上的符印会被抓下来。趁狼群外出时进了狼穴，真狡猾。咱们不也是？不太妙，有几头披狼追踪他。啊！阿兄，你看，他死了吗？是披狼，这齿痕恐怕是个大家伙。狼群最为记恨，这人闯进狼穴留下了气味，披狼必定与他不死不休。那我们不也被盯上了？事情办妥，我们就赶紧离开此地，远走高飞。哎，没有符印。他身上什么也没有，难道被人洗劫了？有人来过，走。附近来往的足迹太多，辨认不出来了。约摸是进村了吧？进去探探消息。阿兄。啊？要不就算了吧。小儿，怎么了？我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，不会咳嗽，也不会累，还不用喝苦药呢。香儿。还没找到鬼神祭坛，阿兄就已经对付了这么多的妖魔。我知道阿兄武艺高强，可这样一路打杀下去也不是办法。
你看，村外那人。哼，傻丫头，瞎操心呢。你阿兄我呀。阿兄，我是说认真的。香儿，你听我说。好。阿兄已经答应那位大王，要去商山找墨者。是。阿兄也答应过，要好好照顾你。嗯。既然两件事都还没办到，就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。可是，君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是吧？可不能让你阿兄做了小人。阿兄，你看，嗯，符印，啊，真的，馨儿真厉害。喜欢就看看呢。你卖的东西挺有意思啊。东西是有意思，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要买的意思。怎么卖啊？3000。3000？这玩意儿有什么讲究？这是百年一出的祥瑞之物，名唤金戈石虫。金主杀伐，司掌兵戈之事，随身佩戴可以百战不殆。如果拿去当做断野的斧材呢，可以让你的刀剑长保锋锐，削金断玉不在话下。这么厉害，你怎么不自己用？我生性胆小，见不得杀伐，怕死。哦，那从死人身上拿东西就不怕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不懂？这救命啊！不好，有妖魔，救命啊！阿兄，用那个。不行，禀文书将军，防线已经部署完成，但是说吧。妖魔势头正猛，又来得诡异，属下斗胆，请将军先带弟兄们撤退，到蔡阳和博生将军会合，重振旗鼓，我为将军断后。不可。将军，再不走的话就无路可退了。你看我们背后是什么？是玉水，是百姓，在我等身后就是百姓。绿林军可以撤退，百姓又能退到哪儿去？我等死守不退，并不是因为无路可退，而是有着不能后退的理由。文殊将军，我等誓死追随将军，绝不后退。追随将军，绝不后退。追随将军。你刚刚说的不错，确实需要去蔡阳求援。然而，目前光是维持防线就已捉襟见肘了。
实在无法分出人手突围。大人，我可以试试。这位兄弟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自是有些技艺傍身的。这好，阁下如何称呼？聂阳太史昭，字子旭。就拜托你了，子旭。到蔡阳找我兄长刘伯生。好，走，为太史兄弟开路。阿兄，你当真要去突围？没事的，别担心，待会儿跟紧了，情况紧急的话我会出手的。下去沿着河走就会到蔡阳了，万事小心，拜托了。明白，必不负所托。列阵，上弦，放。走，姑娘危险。苏将军感动了，他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。我见他就像天树里的大王一样，这是不一样的。那大王被关在机关屋里，我不知是何来，谁知道他是做了什么事的关系。不过确实是有些莽撞了，连累你一起身陷险境，对不起。阿兄刚刚的样子很帅呢，呀呀，我是一个技艺傍身的。这不是疲劳，是邪君，小心了。
兄，为什么你在遇水的时候不用天书之力救人？哎，不是不用，是不能用。皮狼早就可以杀了他的，故意留他一口气求救。狼性狡猾，按着猎物不杀，必定有诈。啊，难道第二头皮狼早早就在旁边埋伏了吗？约莫是的。诸位勿忧，有我刘伯生和陆林军在此，妖魔若敢来犯，不准他们有来无回。白天呢，大伙儿好好种田打猎，晚上回家呢，就好好操操持家务。妖魔的事情就交给我刘伯生，大家散了吧。伯生将军，兄弟有事儿？遇水遭袭，妖魔围村。文叔他们没事吧？目前是守着，但妖魔势众，文叔将军前我求援。多谢你了。这位聂阳太史昭，字子旭。好，多谢太史兄弟了。兄弟们，是兵发御水，随我来。是。走吧，我们也回去。还回去吗？就伯生将军带的这些人，恐怕他们会打得很吃力。况且，我们也还没拿到符印。刘家两位将军给人的感觉差好多，真不像是兄弟呢。而且，都没什么将军的架子。绿林军起于草莽，自然没有朝廷那种官家做派。伯生粗犷爽朗，文书温和果决，说是将军倒更像林家的兄弟。我去做掉头狼，狼群就不攻自溃了。将军不可以身犯险啊！是啊，肯定还有别的法子。再拖拉下去，遇水就要失手了。除了我刘伯生，你们谁爬得上去？这……就算爬上去了，你们谁杀得掉那头炎炉？我可以。太史兄弟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来助将军一臂之力。能行吗？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。将军难道不信文书将军的眼光吗？好，就麻烦你了。等接近谷仓，我们就对狼群发起攻击，给你打个掩护。大门都坏了，真的得爬进去了。阿兄没问题的，毕竟阿兄也是有技艺傍身的人。什么嘛！阿兄，他在那山头上。好，咱们绕路过去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那头炎炉看起来好吓人。嘘。呀！
老张。哎，小子，又是你。哎，老张，刚刚那个叫什么来着的？金戈十重，5000，我二价。哎，怎么就涨价了？哎呀，不要，不要拉倒。这位老张，这是打算去哪儿发财？哎呦，是刘大人呐！还能去哪儿呀？您御水这儿就是宝地呀。刚刚妖魔袭击，你这摊子也受了损伤。我让几名弟兄过来帮忙，祝你早些重建。哦，那怎么好意思，如此劳烦刘大人。举手之劳而已，你也给子胥一点方便，如何？啊？也不白要你的，给个实惠点的价格吧。哎，行，300。子胥，你救了我兄弟和御水的百姓，一点答谢，请千万不要推辞。我确实有急需，就却之不恭了。好，文殊将军、博生将军有请。还有军务在身，失陪。仙儿，我们走。